济京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青银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起济南东站，东至红岛站，线路全长 307.9 公里，全线设济南东站、章丘北站、邹平站、淄博北站、临淄北站、青州市北站、潍坊北站、高密北站、胶州北站、青岛机场站、红岛站，共11站。每个车站呢，设计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济南东站是吧，日出东方，给人非常大气。你像这个青州北站是吧，汉墨丹青，可能有点文化气息比较浓厚。你像这个潍坊站，雄鹰展翅啊，像座风筝一样，非常漂亮。